谁能相信我居然跟女鬼求婚了？这一切都起源于一场直播和一个传说。我叫方宁，是一个小主播。为了博取粉丝和流量，我请了专业团队来到了一片叫公主坟的坟地进行直播。导演王胖子拿着手机，手机中正播放着提前上传的视频。传说公主坟是古代的短命王朝江朝公主的坟墓。每年的7月7日，在这公主坟附近，都会有人能看到穿红色婚服的女人在这坟头四周游荡。据说这一日是那位公主的忌日，也是其阴气最重、回魂之日。而今年的7月7日，我便会带领诸位一起到这公主坟度过一晚。届时，我会带领最专业的直播团队，同诸位观众们一同观看这历史性的一刻。女鬼是否真的存在？前朝公主是真是假？请各位今晚准时收看我的直播间，随手打发点了。导演看着我说：“方宁先生，宣传视频我们已经发不出去了。现在一天过去，这段视频的点击量已经超过百万，可谓是爆款了。做得不错，不愧是专业的团队。王导今天的直播就拜托你们了，一定要帮我策划好哦。”是是是，方宁先生言重了。王导擦着汗，心里却嘀咕：要不是最近生意不景气，鬼才陪你来这荒郊野外搞什么直播秀。一旁团队的工作人员也是在议论着：老大哪里找来的活儿？咱之前不是就拍拍低成本的短视频吗？谁知道呢？你别说，这周围感觉确实挺瘆人的。这时，一个工作人员跑到导演身边附耳说：导演，女演员说这里太过荒僻，现在有点事，好像要晚点过来。导演一听就炸了：他妈的，不过是个群演，他还摆上谱了，让他赶紧过来，可不能误了这次的直播。是是是，那必须的。导演随即大吼一声：按照计划，晚上11点半准时开拍。现在是7点半，还有4个小时，大家都快点将各种东西准备好。我看着这波操作果然是专业啊。嘿嘿，不枉我吃1000块巨资找来的导演团队，只要能完成今天的直播，肯定能连本带利的赚回来。不管这公主坟是真是假，就这氛围我随便发挥一下，热搜榜单还不是手到擒来。随即我便坐下，对着导演说：我休息会儿，等开播前5分钟麻烦喊我一声哈。没问题，您放心休息，我们的安排包您满意。许久之后，导演又冒火：怎么回事？还有10分钟就要开始了，女演员人呢？我1个小时前就在催了，可电话却一直打不通啊。他妈的，等我回去后一定要投诉他。导演一把面前的人抓住：来不及了，你快去把那件红色婚纱换上。小伙一脸懵逼：我吗？可是还没等他说出口，就被导演一脚踹飞：还婆婆妈妈的，就你了，快去，赶紧的，好好看看脚本，别给我露馅了。小伙刚跑出去，就看到对面的山峰上站着。会儿，导演，你看坡上那女演员好像来了。其他人也循声望去，她什么时候过来的？还自备了衣服，那衣服看起来可比咱准备的要贵多了。别发愣了，女演员已经就位，准备开拍。直播信号都连上了吗？是的，可以开始执行计划了。随即我帅气地戴上帽子：很好，那么直播开始。观众朋友大家好。随着直播的进入，弹幕有一片片的死亡：博主好帅，终于开始了，你的背景太假了，能不能证明一下？镜头切换到一堆坟茔，我开始介绍道：这里就是公主坟，出生在海市的朋友肯定都听过这里的传说，近几年世界各地的灵异事件越来越多，而这里光是目击女鬼的新闻都已经超过5起。弹幕上：快点给我整个活儿。太假了，鬼才信。我有点慌，博主小心呀。看着弹幕飞快地飞过，好像人气还不错哦，说不定这次真能赚到大钱了。那么我们废话不多说，现在就开始探险。他的冤魂经久不散，每到7月7日的这一天便会现身于世，诉说着自己的怨念。正说着，一块石头砸过来，瞬间直播弹幕也迅速飘出，妖孽速速现出原形，退退退退。看着这如潮的弹幕，我举起大拇指，心里乐开了花，漂亮，一切顺利。因为这都是提前安排好的，接着就是按照剧本接近女演员，然后让她入镜，把剧情推向高潮。看着山坡的黑影，心想果然是专业演员，这钱花的不亏。这个就叫专业。正当我得意的时候，一小伙急切地跑到导演身后喊道：导演，导演，干什么？现在正是关键时候呢。导演看着直播间里火了，这回真火了呀，直播间的人气已经破百万了，连热度都进入了排行榜前10。按照合约，礼物收益的10%可是我们的，这下发达了。他已经在想象香车沙滩比基尼了。可是去去去，一边待着去，不想要工资了吗？这种时候还敢插话。导演迅速打断了小伙，一把推开他：各单位注意，马上就要到12点了，方宁先生现在准备朝着女演员的方向靠近，女演员先按照脚本躲起来。旁边打光的小伙听着嘴里嘟囔着：还个单位呢，
总共就四五个人，这么近还用什么对讲机吗？刚刚被推开的小伙觉着有点不对劲，导演，刚刚直接就开始了，女演员没来拿耳机啊。就在这时，忽然一阵大风呼啸刮来，惹得一众人不断抱怨，什么鬼天气，突然刮这么大的风。一小伙抬头道，导演，他不见了。导演反手就用稿纸啪的砸在他脑袋上，废话，昨天就把台本发他了，现在当然是躲起来了啊。然后拿起对讲器说道，方宁先生，演员已经准备就绪，现在朝着山坡上走吧。我摸了摸脑袋，对着镜头说道，刚刚的那阵阴风真是吓我一跳，本来不相信这些神鬼，但现在竟然有点害怕了。我现在甚至怀疑这里会不会真的有前朝公主的鬼魂存在。随后朝着那个山坡走了上去，刚刚被暴打的小伙又跑了过来，导演，导演，你听我说。导演也是气不打一处，狂吼道，他也玩不完了，没见大家都在忙吗？有屁快放，赶紧的。只见小伙掏出手机，之前我们联系的女演员给我打电话来了，她说刚刚睡着了，压根就没过来。导演看着手机里面的信息喃喃道，没有过来，那山坡上的是谁？我跟一个女鬼求婚了，而我却不自知。这是一个很难让人相信的事实，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因为一场直播。我叫方宁，是一个小主播，为了赚钱，我请了专业团队来到了一片叫公主坟的坟地进行直播。此刻的我按照预定的剧本朝着山坡小步走去，山上的演员扮的女鬼突然沙沙几下，瞬间就来到我的面前。我去，这女演员也太他妈专业了吧，我竟然完全没有感知到她。我颤颤地问道，你到底是谁？导演看着这一幕浑身冒着虚汗，死命抓住旁边小伙衣领，咱请的女演员没来，那你告诉我现在坡上的是谁？我哪知道啊，我早就想和你说了，可你……正在这时，摄像小哥看着屏幕道，导演脚，你们快看他的脚。导演一看，瞬间抱着摄像小哥惊叫，弹幕中也飘来一片字幕，卧槽，真的假的，主播真的遇到鬼了。你们看那个女鬼的脚在空中飘着呀，这绝对是场骗局，这主播是找了团队来演戏的吧。导演看着弹幕，难道说我们真的遇鬼了？那高坡之上的真是传闻中的前朝公主？不对啊，鬼怎么可能被摄像机拍下来？那他是什么，某种魂体还是外星生物？我望着前面的演员大叫，你不要过来、啊、你不要过来，不要过来啊。心里却想，这导演这么专业的吗？看着服装品质还有染的这头白毛，简直绝了，他来这次找他们这个团队真是赚大了。下面就轮到我的表演了，我一个弹跳起身，拿出手电筒对着女演员扮的鬼就照了过去。我不怕你，小爷，我生在阳光里，活在春风中，区区鬼魂根本无法接近我半分。粉丝们看着，在弹幕里也刷了起来，哈哈，对着女鬼竟然还能摆出这么帅气的动作，这个主播也太勇了吧。我就说嘛，这肯定就是台本，是主播在演戏。导演团队看着这边的情况眼睛都直了，喂，他难道疯了吗？网友似乎发现不对劲了，弹幕里刷起来，喂，我怎么好像看到他的指甲在逐渐伸长，我不玩了，我家柜子门动了。兄弟们，这个感觉不是特效能做出来的吧。导演抓起对讲机大喊，方宁先生，请立刻停止直播，慢慢退回来，我们恐怕是撞鬼了。这时拿着平板的小伙说道，导演，刚刚前方突然出现了诡异的电磁波动，我们的信号似乎都被切断了，现在联系不上他们。后面一小伙诺诺开口，导演甭管他了，咱跑吧。突然又一阵狂风刮来，夹杂着闪烁灯光，地上被刮出大大的沟壑，导演团队的人像触电般全部跪地，饶命啊。女演员顺势上前掐住我的脖子，上面的头巾掉落，一张绝美的脸映入的眼睛里，哇哦，这也太美了吧。弹幕里，妈妈，我恋爱了，这是女鬼，女鬼要是长这样，我宁愿让女鬼把我吸干。摄像师呢，拍得清楚一点啊，晚上给你加鸡腿。她好漂亮啊，就算是一线的女明星都不一定有她漂亮。而我则是一脸痛苦，喂，这是什么情况，怎么和剧本不太一样，她一个女孩怎么力气这么大，我快不能呼吸了。此时弹幕里，喂，这是什么情况，这是货真价实的女鬼啊。你看她飞起来，谁家的特技和威亚能做到现在这种样子，而且现实之中会有这么好看的女人吗？这是前朝公主的鬼魂，公主坟的传闻是真的啊，怎么回事，她难道是想杀了我？快喘不过气了。王导看着眼前的一幕，完了，这样下去我们都要死。王导，你快想想办法，我还年轻啊，能想什么办法，你看看身后的阴风还有这地上的沟壑，你能比这地上的石块还硬。正当我快要昏迷的时候，感觉自己往下一掉，仿佛坠入深海，他松手了。我回过神来抓住他的手，双眼圆瞪地看着他，
提醒着：“他妈的，我的这场直播，你知不知道有多么重要？你倒是给我正常演啊！”女演员却一脸懵的看着我，手一松，砰的一声，我摔落在地上，忍不住的咳了几声，心想：可恶，差点就被掐死，还专业团队呢，就是这么演戏的。正想上去理论呢，突然想到，不行，现在可是在直播之中，我辛辛苦苦策划的直播可不能功亏一篑。随后我便爬了起来，继续直播。没想到在这公主坟中竟然真的有女鬼出没。不瞒各位，我活这么大一直还都是单身，既然终要一死，那我想要在临死之前做一件以前从未想过的事情。我一边整理发型，一边对着镜头说：观众朋友们，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今天小爷我拼了。随即我趴得向前一步，面向女演员扮的女鬼，单膝跪地，右手掏出了准备好的一个戒指：这位公主，请你放弃那千年的执念，嫁给我吧。导演团队的人看着眼前的一幕，惊的是目瞪口呆。我是个小主播，为了炒热度赚钱，我找了个视频团队来坟地做直播。导演找的扮鬼的女演员没来，而我却不知道，此刻正傻傻的按照剧本向女鬼求婚。和一个女鬼求婚，这个主播好猛，竟然连女鬼都不愿意放过。好狠的主播，关注了，送主播个飞机。牛逼！我心想，就是此刻利用这种反差达到今天这场直播的最高潮。额头贴肤的女鬼一脸呆萌的看着我：嫁给你。女鬼忽地睁大眼睛，周围电闪雷鸣，一瞬间抓着我的手凑上前来。这一幕搞得我满是疑惑，这个女演员怎么回事？为什么又不按剧本演了？按照剧本，她这时候不应该在我的求婚攻势下逃走吗？为什么你现在才来娶我？为什么为什么让我等了你这么久？又是砰的一声，电闪雷鸣，狂风呼啸，怎么回事？这飓风和爆炸真的是啥道具或者机关能够做到的吗？女鬼愤怒的嘶吼：为什么你为什么要把我一个人丢在了这里？所有人都被震得到处乱飞，看着女鬼后背冒出的黑影，我心里一顿卧槽，就想赶紧逃啊。不知情的网友也发出了无数弹幕：刚刚发生了什么？你们看清了吗？怎么卡住了？喂，主播还在吗？报警吧兄弟，希望主播没事。我拔腿就跑，真尼玛见鬼了，这肯定不是道具能做到的，我一世英名不会就交代在这里了吧？我还没有赚够钱啊，还不想死啊。女鬼见我要跑，死死抓住我的手，带着哭腔：为什么为什么要把我抛下？不要不要丢下我一个人。我脑子里不自觉地闪现出年少时自己被父母丢下的画面，受尽欺辱，晚上裹着单薄的棉被，做梦都想着父母接回自己，不要丢下我一个人。突然一怔，心想这女鬼原来也和我一样吗？于是转身上前，伸出手摸了摸她的头：喂，别哭了。再次拿出那个戒指给她戴上，女鬼顺势扑进了我的怀里。我在她耳边轻声说道：我回来娶你了。又是轰的一声，我被震飞，啪的撞到地上昏了过去。不知过了多久，我在一阵急切的呼唤声中醒来，看着周围的人，我摸着疼痛的脑袋询问：发生了什么？那个女鬼呢？众人面面相觑，昨天的阵风过后我们都昏迷过去了。摄像小伙拿着摄像机晃了晃，我们都检查过摄像机了，可惜摄像机倒了，只能看到树杈和土坡，啥也没拍到。那阵风过后直播也中断了。我想着昨晚的女鬼弹了弹灰尘，还发生什么？啥也没有，我应该是跟你们同时晕过去的。心想这公主坟晚上那么吓人，白天看也很平常吗？这时王导举着手机：对了，方宁先生，您的账号昨天一晚上关注增加了15万，不仅如此，光是直播收益就有足足3万块，除去平台扣出的15000，到手的钱都有足足15000块。我将昨天的直播录像发给您，您发布以后肯定还能积累一大批的粉丝。看着这咔咔上涨的数据，我心里乐开了花。可以可以，这次的分成你放心，我会按照合同一分不少，后面咱们可以继续合作啊。我拍了拍导演肩膀：咱都在这里待了一宿，也都回去休息吧。好嘞，导演大手一挥：搞定，收工。我悠哉悠哉地上了楼，拿出藏在门毯下的钥匙回到家，灌了一口可乐，拿出手机看看昨晚的视频，才发上去半小时呢，观看人数就已经破10万，还有这疯涨的评论，咱这算是一炮而红，以后也是大主播了吧。说起来我还没有问过那家伙叫什么名字呢，奇怪，明明才刚醒，但是还是好困啊。话说我昨天向他求婚，他不会就此跟上我吧？还是别来了，我可降服不了，我还想多活几年呢。而且那种程度的怨灵应该是地府灵，不能随意离开的吧。我胡乱的把衣服一脱，自言自语道：或许他是因为天亮了自己钻回到坟中了吧。接下来就想想怎么利用这个热度继续拍视频赚钱吧。脑袋昏昏沉沉，就这样睡了过去。不知过了多久，窗外月色明亮，我迷迷糊糊想抓手机看看现在什么时间，睡了多久。
不料手机没抓到，却抓到了件衣服。睁开眼，赫然发现那个白发贴肤的女鬼坐在我身上，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正深深地看着我。家里有个身材火辣的美女是什么体验？当然是梦寐以求啊。可我遇到的却是个阿飘，因为一场直播跟着我回了家，让她换衣服，她却脱了个精光。小弟我乃正人君子，岂能被美色诱惑？于是抄起衣服扔了过去，让她换上。这鬼怎么和电影里的不太一样？呆呆傻傻的，难道是在色诱我，想让我交出20多年的童子身？不一会儿，女鬼穿着我的衬衣走了上来。相公，我换好了，这衣服是这么穿的吗？我回头看了一眼，顿时热血翻涌，赶紧上前把扣子给他系好，休想让我再喷鼻血。好景拿相，这是我的衣服啊，肯定没那么合身。你以后就打算这样一直跟着我？真的把我当你相公了？女鬼用力的点点头，相公在哪里我就在哪里，相公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听到这话，我手扶额头，这真的不是在做梦，你可是传说中公主坟里沉睡千年的女鬼啊。看着她真诚的身材，啊呸，是表情，叹了口气，那你跟我来吧，毕竟人鬼殊途，也不知道鬼会不会骗人，就想测试下看看是不是真把我当相公。于是把她带到了洗手间，刚一进去她就被镜子吸引。哇，这个看得好清楚，相公带我来这里做什么？你刚刚说我是你相公，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对吗？是的，相公，我邪魅一笑，这可是你说的哦。那现在我要教你做的事情就是刷牙，既然你要住在这里，每天早晚都需要刷牙。我拿起牙膏牙刷给他做着示范，他就这么静静的看，突然头一伸，把牙刷含在口里，然后自己刷了起来。这个动作吓了我一跳，因为那个牙刷是我的，这就是间接接吻了呀。我尼玛，跟个女鬼接吻了。随后又学着我刚才的动作喝水漱口，还俏皮的转身问相公，是这样的吗？看着那若隐若现似有似无，我已经脸红脖子粗了，拔出他口中的牙刷说道，以后不准用我的牙刷，既然你要留在这里，回头就给你单独准备一套。我摸着女鬼的脑袋问她，你为什么会认准我是你相公？女鬼说不记得了，只记得我是她相公，而且等了我很久，好像在找一件很重要的东西。我就觉得果然是因为什么东西才接近我的吧。这时女鬼又说，好像是发簪，女鬼的东西，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掺和进来怕是福祸难料啊。我转身向厕所走去，让她回房间去慢慢想。来到马桶前，脱下裤子准备嘘嘘，感觉旁边好像有东西，低头一看，女鬼正勾勾地看着我的小弟，我一个机灵差点滋了一声。你这是在干什么？当然是在等相公呀。听到这话，我脑袋里一阵乌鸦嘎嘎乱飞，于是一脚把他给踹了出去。你给我出去等着。顺利放水的我一脸舒坦，想着这些事情现在很难做出判断，虽然他样子还挺可爱，长得也好看，还喊我相公，但毕竟人鬼殊途，物种隔离，我可不是宁采臣许仙那样的大神，做不出那样的惊天壮举，还是想个办法让他尽早离开比较好。回到房间，打开门，眼前的一幕让我瞬间石化，一个大美女，哦不，是女鬼，薄衣轻纱的躺在床上，更过分的是她手里正翻看着我隐藏的学习资料。我冲上去就走，女鬼说这是在床底下发现的，里面的人都不穿衣服，还想和我做一样的事。在那一瞬间，我就像被开水浇过，身体是又热又红又烫啊，持住啊，我还想说那是我买东西的时候一个无良老头硬塞给我的。他又指着书里的画面开口了，咦，为什么这个女孩子要跪在她相公的面前还要低着头呀？我的妈呀，兄弟们，这谁能顶得住啊？身材绝美的女阿飘趴在我的床上看了我收藏多年的宅男必备学习资料，还说要和我交流交流心得。哥们，我虽然胆子大，但也不是宁采臣那样的级别啊。一个箭步上前把书抢了过来，塞到床底下，并告诫她以后不准乱翻东西。女鬼诺诺的答应了。正当我想问之前在浴室里说丢什么东西的时候，一个脑袋飞了过来，差点撞在一起。我紧张地看着她，以为是要吃了我的时候，女鬼的眼睛却直勾勾地往下看去，她脑袋里正回味着刚刚书上看到的画面，突然眼光一闪，脑袋里的大灯泡仿佛瞬间来电，双手朝着我的小弟弟就扑了过来，说是要按照书上的学习学习，还要脱掉我的衣服。我挣扎着让他赶紧把书上的东西忘掉，这种事情是不能随便能做的。女鬼撅着嘴反驳，只是和相公做。我弹跳着躲开，那个姑娘，我们才刚认识不久，这样不合适，强扭的瓜也不甜啊。心想，哥们，我20多年的童子身可不能让女鬼给糟蹋了，不过她可是女鬼啊，打也打不过，跑也跑不了，要不然还是从了算了。我假正经的跟女鬼说，要不然坐下来聊点正事。女鬼居然哦的一声答应了，我心里的小九九瞬间破灭，强扭的瓜怎么就不扭了呢？一阵失落。正当我说要怎么找发簪时，女鬼惊叫一声，我知道书上的人都没有穿衣服，脱掉衣服应该就可以那啥了，随即站起身来就要脱光光。我真的是满脸通红，看着慢慢靠近的无限诱惑，内心已经爆发了几百次世界大战，关键是屏幕前的大家都不爱看，所以最后只能默默地给小弟弟说了声抱歉。随即我抄起一件外套，直接就把他给套上。夜色下，
女鬼江离一边穿衣服一边听着我絮叨，我看着他穿着不合身的衣服问道：“你为啥不便一套衣服出来？”女鬼说她不能凭空变东西出来，还把衣服凑到鼻尖闻了闻，说上面有我的味道。我赶紧阻拦道：“不要乱闻，这尼玛800年没洗的衣服，当然有我的男人味了。”想到鬼一般是无法被摄像机或是肉眼捕捉到，于是又问他是不是真的鬼，他直接否定了，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啥。而我想着，他可能是某种执念化作的魂体，要让他快点离开，找回发簪就是关键了。 我抓起他的手，问他有没有想起丢的东西在哪。他满脸疑惑，然后说饿了，我也会饿的嘛。我只好拉着他来到了冰箱前，打开一看，里面空空如也，只有一个大饼，也不知道鬼能不能吃，反正就只有这个。女鬼看着这大饼子，一口咬了下去，然后摇头说：“这个吃不饱，望着我咕咕的吞口水。”我靠，这不会是要吸我的阳气吧？女鬼转过头看了看窗外，说：“那边好像有好吃的。”我跑到窗边闻了闻，正想问在哪里的时候，一双手搭在我的肩膀上，然后就飘了起来。 吓得我是哭爹喊娘，天空中嗖的一声，绿色光焰迅速消失不见了。一会儿，啪嗒一声，双脚落地，还没站稳，我就哇的一声吐了出来。扶着树，刚想问这里是哪里，眼睛一瞥，女鬼已经大踏步的走了进去。女鬼想要霸占我几十年的童子之身，我誓死不从。纠缠之下，女鬼饿，以为她要吸我阳气，没想到却要带我去找好吃的。由此还发现了重大商机，简直就是因祸得福啊！就在刚刚，女鬼把我像小鸡一样提溜着，嗖的一声来到了一个学校。这学校黑灯瞎火。 到处弥漫着阴森恐怖的气息，我抬头一望，海源小学，这好像在哪里听到过。看着满地杂乱的桌椅板凳，顿感不妙，赶紧掏出手机一查，原来这里是海源村，离我住的地方也不远，而且上过新闻，说是10年前有个开发商准备在村里建个游乐园，但后面施工的时候，工地和周边出现了很多灵异事件，最出名的就是海源小学，一个叫莲香的小学生神秘失踪了，警方到处搜索都没找到，一个月后，尸体却突然凭空出现在教学楼里。 而后过了半个月，校长又莫名的上吊了，工地也怪事连连，最终导致停工荒废了。我看着这些信息惊的是冷汗直流，正想敲摸的拔腿跑路，女鬼却说里面有好吃的，想让我和她一起进去。我正犹豫着，她却提溜着哈喇子飞起来就把我往里面推。我感觉这里有点邪门，刚想劝两句，话还没说完，女鬼一个血红空洞的眼神飘了过来，吓得我连忙改口，开个玩笑，心一横，本来就有个女鬼一直跟着自己，那还怕个毛啊！大手一推，门砰的打开，里面的蜘蛛老鼠吓得四散而逃。江离骑着我的肩膀指着五楼说。 在上面来到五楼，原来是校长办公室。他嗖的一下直接飘了进去，看见桌子上的一把梳子，哈喇子淌了一地，说这个就是好吃的。我拿着梳子吹掉了上面的灰尘，满脸迷惑，还以为是什么好吃的呢，就一把梳子，也没什么特别啊。这玩意儿真的能吃吗？就是感觉有点凉凉的。鬼的品味果然奇特。江离小手一挥，梳子瞬间就飞了起来，悬浮在空中，接着就大口大口的吸了起来，仿佛大快朵颐，小舌头一舔，满脸的幸福与满足。我拿着它吸过的梳子。 感觉已经不凉了，女鬼说这梳子里面有魂力，她吃这个就能填饱肚子。不过这里还有更好吃的，要我和她一起再找找。我突然灵光一闪，找魂力，那不就是找鬼吗？灵异事件、探险视频结合，现在要做的事情，终于有能挣大钱还能让江离留下来的办法。于是我转身问他是不是能感知到魂力所在，得到肯定答复后，就想着之前的坟头求婚热度还没下来，那就接着再来一波，主打探险灵异事件，有江离这女鬼做帮手，那还不是手到擒来，绝对爆火呀！ 心动不如行动，说干就干。于是把手机丢给江离，让他好好拍。拍好了就奖励带他去吃好吃的。这个小小的好吃鬼，听到有好吃的，竟高兴的原地蹦圈。我随后又嘱咐了几句，江离就把手机悬在空中，对准我，正式开始了我们的挣钱大计。随着直播间里源源的涌入，都想知道接下来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也想知道，那就和我一样，静待下回呗。 女鬼江离带我找好吃的，结果来到了诡异的海源小学。在校长办公室，他吸了一把梳子的魂力后说没吃饱，要我和他继续找好吃的。于是我们开启了新一轮的探险直播。我对着镜头介绍，这里是海源小学，是40年前上元基金会捐赠而修建，10年前的少女神秘失踪案开启了这里的诡异传说。从那时开始，每年都会有离奇的案件与意外发生。 一直到3年前，这里的人全部都搬走。那么，这所谓灵异事件到底是人为还是巧合，还是说真的有鬼怪作祟？我带大家一探究竟。正当我激情四射，唾沫横飞的时候，背后的梳子慢慢的散发出了气息，嗖的一下飘了起来。江离看到后瞪大眼睛，嘴巴不自觉的又流起了哈喇子，但还是呼呼的摇了摇脑袋，说不能吃，要把视频拍好。对于正在发生的这些，我没有一点感觉。 还一本正经地继续对着镜头介绍那些灵异的事情。10年前那个凭空消失，后面又突然出现的女孩尸体，正是出现在这个校长办公室的门口。而后校长就在这间办公室上吊了。所以说，这里应该就是传说的源头了。就在刚刚，我来到这里的时候，发现了一把只有女孩子才会用的梳子，就是这把。我顺势就要去把刚才的梳子拿过来展示，结果却拿了个空。转过头就看见。 梳子就像蔡依林一样，在空中旋转跳跃不停歇。看到这一幕，还以为是江离为了节目效果搞的小动作，可下一秒，一只黑手啪的一下抓住了我。看到江离并没有什么动作。
我转过头，一双黑洞洞的眼睛直勾勾的盯着我，一瞬间我就万马奔腾，冷汗直流。下一刻，一个单手锁喉，直接把我给举了起来，搞得我全身无法动弹。因为是背对着江离，他完全看不到我现在正被玩虐，所以这家伙正对着屏幕，傻傻的看着我的背影，溜着哈喇子想着视频拍好了有好吃的，还真是个好吃鬼啊！正当我用尽全力喊出救命的时候，手上的佛珠金光一闪，一股金光瞬间燃遍全身，掐着我的女鬼随即一惊，想要跑路，我一把把她给掐住，拉了回来。正当这女鬼疑惑为啥我能掐得住她时，这个女鬼因为打不过我就要以身相许，还说只要我放过她，让她做什么都可以。哥们心想还有这好事，正要把持不住的时候，后背竟生出一股凉气，原来是那只称呼我为相公的女鬼江离，她正死死地盯着我，眼冒红光。我瞬间反应过来，冷汗直流，尼玛女鬼也要吃醋的吗？我抓着面前女鬼的手大声喝道，光天化日朗朗乾坤，竟敢诱惑我。女鬼也是一怔，这大半夜的哪里来的光天化日。我再次对着她就是一顿正义的输出，只因脑补了江离拿着小皮鞭把我绑起来狠狠鞭挞的场景。可女鬼却再次带着哭腔嘤嘤嘤地凑了上来，下一秒一股阴冷的气息笼罩了我的面门，我顿感不妙，中计了。女鬼大笑着推开我说，靠近我是为了吸我的魂力，而后翻身就朝我发起了攻击。因为躲避不及，我被干倒在地，爬起来后背上却留下了几道鲜红的血。女鬼以为吸了魂力比刚才强，就再次对我发起了攻击。哥们，我因为有法力加持，左闪右闪毫不费力的全部躲开。女鬼一阵错愕，感觉自己被羞辱了，于是朝着我想要奋力一搏，结果下一秒啪的一声，一个清脆的耳光狠狠地扇在她的脸上，女鬼直接就给干懵了。刚想反击，我薅起她的脑袋就是哐哐一顿乱砸，同时我嘴里还不停地念叨，整天就知道打打杀杀，一点都不乖，小爷我今天就是来收拾你们这些邪魔鬼怪，要让正道的光照耀在这阳光的大地上。女鬼被揍的魂力到处乱飞，江离直接就给吸了，大口大口的吞着说好吃，小嘴一歪，脸上尽是满足。当我提溜起女鬼要问些事情的时候，女鬼却汪汪大哭，像个小孩一样，还说我欺负她。女鬼坐在地上，身体越哭越小，最后竟变成了个小女孩。我看着眼前的小女孩，感觉有点眼熟，想到了什么，下意识地问她是不是莲香，就是那个海源小学失踪挂掉的女孩。女孩没想到我认识她，感到很诧异。我赶忙扶起她，想问下十年前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女孩却哭着说是有人逼迫她的。我赶忙安慰她说可以帮她。就在此时，风的一声，一个声音传来，一道劲风直接把莲香给吸走了。我伸手去拉，结果一道黑气喷涌而出，一个带着黑气的巨大怪物冒出来，伸出大手就要把我给拍在地板上。千钧一发之际，江离闪身挡在我前面，黑气和绿光直接撞出一道气罩，瞬间就把我给弹飞了。江离看着我被弹飞，以为我受伤就要过来查看，下一秒因为分心他也被震飞了。没想到要对我使用美人计的女鬼竟然是十年前失踪后挂掉的小女孩莲香。正当我要询问十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一个硕大的黑影将她吸走，还要嘎了我，我直接被震飞晕了过去。醒来后睁开眼就发现女鬼江离正呆呆地看着我。江离见我醒来，瞬间露出高兴的神情。我一个起身想要站起来，浑然没有发觉自己在树上。就在我英俊的脸庞要和大地来个法式亲吻的时候，江离一把把我给薅住了，安全着陆，好险，差点摔个狗啃屎。我望向周围，发现自己是在海源小学的外面，那就意味着自己逃出来了，是江离救了我。我随即问他里面的女鬼和那个黑色怪物怎么样，能不能打得过他。江离说因为魂力不够打不过，随后他把手机丢给我说视频已经按照我的要求拍好了，他要开始吃好吃的了。我疑惑地问他哪里来的好吃的，他直接掏出一根硕大的黑手指说这就是好吃的，是刚刚救我的时候顺手拿的。我疑惑地问他这要怎么吃，是要搞个烧烤还是爆炒。江离呼呼地摇了摇头，然后把那大黑手指往天上一扔，滋溜滋溜地缩了起来，最后还不忘舔舔小舌头，感觉尽是满足。当他还在回味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的身体发生了一些变化，之前的疲惫感完全消失了。我望向江离，发现他的魂体也凝实了很多，原来充满阴气的东西才是魂体补充能量的最佳方式。我问江离后来发生了什么，还有我之前体内的能量和反应是怎么回事，他刚想告诉我，结果身上就丝丝的冒起了黑气，原来是天亮了，阳光射在了他身上，他抱起我直接就原地起飞，天空划过一束蓝光，然后就到了我的房间，随后他就躲在门后瑟瑟发抖，身体还在冒着黑气。我赶紧拉上窗帘打开灯，免得他被阳光直接给照没了。做完这些我长吁一口气，江离却一个箭步冲上来要和我玩贴贴，我却觉得他像小动物一样会粘人会找主人撒娇。我告诉他窗帘隔光性没那么好，太阳起来了要赶紧躲，他却说可以进入我的身体里，说是已经和我缔结了契约，我在他就在，我挂他也挂。闻言我下巴直接给掉到了地上，忙问什么契约。江离直接手掌一伸，左手无名指上一个闪亮的戒指，彪彪的发光，说这就是契约，原来是之前在坟头蹦迪求婚造的孽，
江离一脸幸福的说：“已经和我同为一体，只要我找到好吃的，他就可以恢复力量。如果他吃不饱，我也会挂掉。可是我挂掉，他也会直接没了。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之前的疲惫虚弱感，还有打女鬼的力量是怎么回事了。都是因为和江离是一体，他饿我就虚弱，他有力量我就变强。我和他的力量是共享的。镜头一转，小女鬼怜香被大黑怪物拉回去，直接就被揍了，无力的瘫坐在墙角，瑟瑟发抖。大黑怪一边揍一边威胁他，说不会让怜香离开他。看着断掉的一根手指，自言自语的说：感觉他们还会回来，下次一定要亲手嘎了那两个。看来下集会有危险了。”